配合防疫政策，鹿港天后宫自内政部宣布，全国寺庙无开放入庙礼拜拜了后，就暂停开放予民众入庙礼参拜，并且将开庙门的时间缩短为12点钟。虽然无法度入庙，但是也是有一挂信众会伫庙门口用双手来拜拜。今仔日天后宫是再度宣布，将开庙门的时间改成是早起9点到暗时10点。未来看疫情发展的状况，再阁做调整。来到鹿港天后宫，庙门口是又起了一支一支红龙条。自从疫情升为三级警戒了后，天后宫就暂停开放入庙拜拜。除了无开放入庙以外，庙方同时嘛来将开庙门的时间缩短为12点钟。最近疫情同款是真紧张，天后宫嘛再次宣布将开庙门的时间改做是透早9点到暗时7点。未来各看疫情的情形进行调整。鹿港天后宫呢，配合政府跟我们的疫情防治中心一直在落实哦我们的防疫政策。毕竟在那个疫情前的话，鹿港天后宫的开庙门时间的话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。疫情中心公布之后的话，我们就缩短我们的开庙门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，一直到今天哦。非常的那个郑重的向各位信众呢来宣达，就是说我们为了能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政策，然后再次缩短我们开庙门的时间，从今天早上开始的话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来关闭庙门，就是我们早上9点开启庙门，晚上7点关闭庙门，为了能呢保障我们更多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信众呢大家自身的安全。然后希望说所有的信众呢能配合，目前的话还是禁止进入庙内来参拜。信众如果有心的话，就麻烦就是来到庙前的话，我们双手合十，诚心拿起馨香，双手参拜着妈祖，然后祈愿，然后尽速的离开。我相信妈祖的话都可以无缘佛界的保佑着我们每一个人。然后再次的向所有的信徒们来宣达一下，我们现在开启庙门的话，从明天开始是早上的9点。一直到晚上的7点，这次的缩短庙门时间呢，希望说所有的信众呢能多多配合，多多谅解。虽然未当入庙，但是也是有虔诚的信众来到庙门口，用双手向妈祖拜拜。总干事嘛提醒信众，嘴炎一定要给你挂好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陆港采访报道。